啊，你看一下它是不是偏左，对吧？向上翘的比较平。注意一下，它跟我们平常你讲的课本里面景子它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好，你看我在写的时候，这个一定是在二分之一的左边，对不对？左边长，右边不凸出来了。看到没有？